就可以大口大口的喝奶茶，不用担心不健康了。今天我要挑战做一个你绝对没有喝过的奶茶，没有糖精，更没有奶精，没有一点点添加剂，什么淡奶油啊、烤鲜味、上过炒呀都没有，用你手边的素材就可以直接做。我手边素材有茄子、土豆、辣子。一罐纯牛奶，再配上茶包，再来一勺糖，摇一下，奶茶做好了，出味了。不是哄的事儿，这叫冷泡奶茶。嗯，送去冰箱。接下来就再用桃做一个纯天然的珍珠。哎呀，珍珠起步了。换一个桃重新切，捆成一串戴你脖子上。我大腕找蚂蚁去了。倒点木薯粉，甜淡的黄瓤了，转吧转吧。什么叫你被识破的？珍珠炒一下水，这粉嘟嘟的也太肉头了。珍珠做好了，就可以把我们的冷泡奶茶拿出来了。干杯！这个珍珠吃的多带劲，比那个面粉团子好吃多了。有丢，有糯，有甜，有酸。对，属于随机时间。赶拍行动，扔下我们家喝奶茶来吧。咱们要地址了。我就住在天津市。我就住在天津市。都让你学会了。